瓦拉米在布农族语是一起来的意思，藏匿于大自然中的瓦拉米步道全长约14公里，分为前、中、后三段，后段需办理入山证才能进入，沿途能欣赏到南安瀑布、山峰瀑布、嘉兴、卡西帕南纪念碑、黄麻溪谷等景色。步道沿着溪谷而上，一路上可见到保存完整的天然林地，在林间轻步徐行，有鸟鸣、蛙叫及蝶影作陪，充分享受与大自然物我交融的美妙感受。